我先把这个掏下，然后再把它夹出来好吗？分两个步骤，两个步骤。我的耳机是飞利浦的，是盗版的。我想买一个好的耳机。其实听这个那些猫啊的话，耳机好跟不好差别很大哦，真的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，把他夹出来，把他让他出来，要不然他会在里面，就算逃了他也出不来。我用这个可以让他出来。那边的还没出来呢，等那边的再出来。欢迎来到萱子的段子弹幕直播间，想要看段子的，只需要到萱子的直播间里来。二人转相声，还有你想要多无就有多无的弹幕，都会在玄子的直播间里哦。谢谢习惯了你们的50个饭团，谢谢。
用这个夹子再把它夹出来。好了，现在你两只耳朵都特别的清晰，我要把耳朵擦擦干净，然后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吧。漂亮漂漂的，谢谢小野的两个烤鱼。